鼠鼠的。和汗水换取的。鼠鼠人在2025年会发现工作上的辛苦程度有所增加。这一年你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正财，而正财是辛苦之财，意味着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精力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。在职场中，鼠鼠人需要面对更大的工作量和更高的工作要求，常常需要加班加点，甚至在压力下依然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。尽管如此，鼠鼠人应当看到这样的辛勤付出将带来丰厚的回报，你们的努力不会白费，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会转化为可观的收入和稳步增长的积蓄。正因如此，鼠鼠人在这一年里要坚持不懈，勇敢面对各种挑战，
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。对于经商的属鼠人来说，2025年同样是一个值得把握的年份。市场环境相对有利，只要抓住机遇，经营得当，就能实现收益的稳步增长。属鼠人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策略，灵活应对市场变化，及时调整经营方向和策略，以确保财源滚滚而来。同时，也要注意财务管理，合理规划资金流动，确保收益稳步增加，积蓄不断高涨。属鼠的人，2025年爱情婚姻运程。在2025年，属鼠人的感情运势虽然平淡，但总体来说相对稳定。对于已婚人士和长期恋爱中的情侣来说，这一年里双方关系和谐，能够相互理解和支持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未婚属鼠男女则有望在这一年找到心仪的另一半，顺利步入婚姻殿堂，实现成家立业的梦想。然而，对于属鼠的女士来说，今年的感情运势需要特别注意。由于犯元辰，你们在感情和婚姻方面可能会面临一些不和谐因素。在处理感情和家庭问题时，属鼠女士需要更加谨慎，避免因一时冲动而引发争吵或矛盾。应尽量保持冷静理智，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去解决问题，维护家庭和谐。此外，属鼠女士还需防范因感情问题引发的口舌是非。处理感情问题时，切忌将私人问题公开化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议。适当的沟通和信任是维系感情稳定的关键。在遇到感情问题时，属鼠女士可以寻求家人或朋友的帮助和建议，以获得更客观的视角和有效的解决方法。对于所有属鼠人来说，今年在感情方面虽然没有太多波澜，但也不乏温馨和稳定的时光。关键在于双方如何在平淡的日子里共同经营感情，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。多一些关心和体贴，多一些沟通和交流，感情生活自然会更加美满和谐。属鼠的人，2025年健康运程。在2025年，鼠年出生的人整体健康状况较为理想，饮食起居上没有太多问题，身体状态良好。然而，为了保持健康，你们需要注意保持积极的生活方式，多做运动或者外出旅游。
损失。感情方面，工作压力。让你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和自信。